我哋玩个其他游戏啊！都好，不如我哋请埋酱汁家族出嚟一齐玩啦！好啊！无限耐心，最紧无限可能。大家估下今次我哋会揾边个出嚟啊？ 冬甩姐姐佢咁善良，用乜嘢俾人呃噶？唔得，我哋要谂办法，等佢哋唔可以接近冬甩姐姐。咁冬甩姐姐咪净系可以同我跳舞咯。第一，做运动咧，其实对身体咧真系好有益噶。我每日起码跑45分钟啦，咁样咧就非常之健康啦。屋企嘅小朋友，其实你哋都要做多啲运动。做完运动咧，梗系有啲口干嘅。 搵翻杯水饮下先。妈妈子，你口渴啊？嚟，我有樽咧运动饮品啊，俾你饮啊。你啊，你唔会咁好心嘅。哦，其实咧村口啊，而家做紧推广，个推广员咧俾樽嘢试饮啫嘛。我不嬲咧都唔饮呢啲嘢嘅。你唔信你自己 check 下，未饮过噶。哦，睇下先啊。咦，系，冇开过噶吓。好啦，多谢晒你先啊。 唔使客气，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摸摸池再同冬甩姐姐玩呢？我谂到啦，我一于俾一啲过期嘅饮品佢饮，饮得佢肚痛，咁佢咪唔可以再同冬甩姐姐玩咯？咁我一于记低佢先。 我堂堂芝士大亨点可以唔识踢波嘅？等我练习下先。喂，yes！ 啊！我好想去洗手间，唔得，我要去洗手间。等我倒啲油落地下度，咁芝士大亨就会跣亲，佢跣亲会受伤，就唔可以再同冬甩姐姐玩。 嗯，舒服晒，好啦，我只要练习多30次射门咧，就完成今日嘅目标啦。芝士大亨，你得嘅，加油！好啦，喂，哎呀，我有咗好积噶，好痛啊，哎呀，弊啦，点解我地下会咁跣嘅？ 我要去睇医生先得。我要努力啲练习跳舞，希望有一日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啦！啵啵啵，等我碌啲波波出去，等Nutty踩到佢就会踩波车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再碌。咦？点解有啲波喺地下嘅？ 等佢踢开佢先，唔系跌亲就会好麻烦噶啦。有冇搞错？咁样都避得开？一阵间 Nutty 就会行过呢一度，等我扮唔小心，用夹手推车一下推落去只脚度，咁佢只脚咪痛到行唔到。哎呀，我只脚好痛啊！
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使唔使扶翻起你呀？呀，佢今次中唔中计？佢嚟啦！咦，我唔记得咗带茄汁俾偷麻添，等我翻嚟拎啦。阿弟唔好走啊！阿弟，阿弟。你今天想玩什么？不如玩伏哩哩啊。好啊，等埋摸摸厨和芝士打亨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咦，摸摸厨啊？喂喂，冬甩姐姐啊。摸摸厨，我和 Nutty 都等你和芝士打亨一起玩啊。对不住啊，我和芝士打亨今天都来不到了。吓，点解啊？我唔知咧，系咪食错嘢咧？个肚好痛啊！芝士大亨咧又话整亲咗只脚，又嚟唔到啊！我唔得啦，我要去厕所啦，下次再同你倾啦，拜拜。哦，咁好啦，你保重啦，拜拜。Nutty， 今日得翻我同你一齐玩啫，得两个人，咁点玩薄哩哩啊？得啦，姐姐，不如我同你两个一齐玩啦。好啊，咁我哋咪可以玩薄哩哩咯。是啊，不过 Nutty 你去做捉人。咁好啦，我数十声，你哋匿埋啦。好啊，你匿埋先。十、九、八，等我睇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整蛊到 Nutty 先。八爪鱼大王，你喺度睇紧啲咩啊？哦，冇，都系一啲宣传单张嚟嘅啫。宣传单张你会睇得咁入神？作战计划哦，原来是你令到摸摸厨和芝士大亨来不到的，太过分了，全部都是你做的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？因为我想跟你玩。你想跟我玩可以诚心跟我说，大家可以一起玩的嘛，你为什么要整蛊他们？因为我不想他们跟你玩，我想你只是跟我一个人玩。白爪鱼太和，你实在太自私了，你咁做就算啦，我得翻一个人，我都系唔会同你玩噶。你情愿孤零呢一个人，你都唔同我玩。系啊，实在太过分啦！我而家翻返去深海皇宫嗰度，大把人陪我玩。Nutty 啊，佢实在太过分啦！佢竟然整蛊摸摸厨同埋芝士大亨，令到佢哋嚟唔到。好彩你冇中计咋？佢用呢啲方法令你肯同佢玩，真系好唔啱啊！希望佢今次真的会反省啦！啵啵啵，不如咁啊，我哋一起去探摸摸厨同埋芝士大亨啊！好啊，行啦！估唔到八爪鱼大王为咗同你一起玩，竟然整蛊摸摸厨同芝士大亨，搞到佢哋肚痛同埋受伤，实在太可恶啦！系啦，其实佢想同我玩嘅话，可以主动同我讲噶嘛。只要他是真心而又不害人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玩的嘛。其实想跟其他人一起玩，或者想跟人做朋友，可以主动向对方提出，只要你肯诚心跟对方讲，我相信人家一定肯跟你玩的。希望他今次会明白了。